我听见了不好的声音。啊，俺们家的医血呀。瑞文，先打两个兵一他。A 往后拉，资料带 A。兄弟，你就瞅这个血线啊，直接闪现，他闪现，我们接 E， 知道吗？这波不要说是挡一会儿 E， 然后 E 他 ，E 他容易他死不了，他就进塔了，容易给我们换了。跟我俩在这夜游呢，我天神怕你呀、啊。一张五费卡，一张四费卡，俺们家一张一费卡，一张三费卡，我两天神，还有一个蛤子，三天神。三天神一猩红之月，毫不蓝厉害，一刀不漏。四天神，天选猴子，这波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这个凯隐，让凯隐来，先杀他们家瑞文。如果凯隐敢来啊，先杀瑞文，因为瑞文没闪现，不要先杀凯隐，凯隐万一有闪给我们秀了，这波没双杀了就 GG 了。先一脚兵攻一下，因为。这英雄没技能了，一雷飞，他装备跟我们一样，现在没啥优势啊。一 A 打爆六 A 接血扣接扣。这有多少兵在打你？啊，他把 E 用了，他把周用了，他把 W 也给用了，但是吧，还是不太好杀，先 Q 他一下吧。他的血线没有到我斩杀线 ，E A W A 点连接双 Q 直接爆发把他爆死，不要让他接下来有连招。嗓子有点痒，你怎么办？回家。先来个药光，把这俩卖了，正好八百。把这个除了。哎呀，这把其实应该三项啊，这把应该出三项的，三项加那个破败，没关系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这个小锤留着，慢点出。
要猜眼儿，我能吃到经验，你吃不着。来 ，E A 金钩钻起来吃药 W A 接双钩再钻，把它也杀了啊 ！A 接一个 Q 接平 A， 我满上征服者 A E A， 这波双杀，五级凯也来就是给我们送人头的。连招一定要对呀，有的猴他连招不对，你知道吗？无论任何情况下，你记住 ，EQR 接 W 接 AQR， 这是最厉害的连招。再 A 接 W，A 接双 Q， 好了。A Q， 他这波没有技能，我们的 E 技能跟 Q 技能都比他的 E 技能跟 W 技能快。他刚才只能是好一个 Q， 最多最多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打的是这些瑞文，我从 S 3就开始打。全是绿文，我一直打到 S 十一，我打的绿文可能比有些人头发都多。没掉吧？塔皮没掉，可以啊。这边他要闪现，先把药吃了，交闪来。一 A 点燃 A W 的 A 接 Q 闪现。把他闪闪的打出来，爬着来把他收了，收死。去修炼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我感觉我打的瑞文都不下几千几万个的，全是瑞文。有这白又纳墨的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一个瑞文一个样。有用冠军之印的，有用那个戴个头套的，刺客信条啊还是什么。Double kill。 带个扫描吧，老对手了。给个蓝行不行？小蓝，嗯，哎呦，爱你，兄弟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这个蓝给完，直接无敌。这个瑞文塔下直接杀啊，先 Q 一下，等他把一套技能给用了，他只要 W 用完就可以杀了。 A 柱 E 转起来，然后 W 注意什么时候发呢？注意他 E 的时候发。如果他没有放 E， 我一 Q 砸不能走，别让踩住啊！踩住被塔砸。一 A 点燃 A 接一个勾，他敢用技能他就死。
想玩把夜幽瑞文了。三星瑞文。再杀他一回吧，正好我们钱没够。好 W 别急 ，EA 出段时间，正好钱够了啊，2600。差100。我刚才一丝血没死的时候，说实话我也有点慌了，但是一旦你有优势了，你就有自信了，你知道吧，你就不害怕了。这要平常，这要是劣势值的话，这就没有容错率了，这就不能这么玩了。去打个红去，哎呀嗓子好痒啊。去吧，我感觉我是有点感冒了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个蓝呢，一个行走的蓝 buff。 先杀小炮啊，别让加的好。这日女来干嘛？就把日女杀了，雷克多，瑞文可以杀。给我，这么秀，给我回血。你早点死，我这波能夸抓 Q。死的这么慢，还一波继续还秀你呢。压着自己骂自己，怎么回事？这海眼，海眼连大都没有，过来找我。你说你找我一回已经算了，我都打你一回了，你还没脸，还往我这跑。我这是我是真没想到的。哦，小炮先把小炮收了。哎呀，假猴给我 A 一下子，小炮没死掉，加血了。我其实在瑞文要晕我之前我就应该闪，闪慢了。来个死亡之舞。
别老关麦克风行不行？有电流，耳机党听着难受。那我咳嗽的时候不关麦克啊。那也行。哎呦，这小炮咋这么猛呢？他们家的小炮。那我不关了，反正行不行？既然你觉得有电流，那我就不关了。又一千吗？呀，又一千，两千块钱，不过没关系。先打个红，再打个蓝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Shut down。来一个跟头，能翻十万八千里。另外，我咳嗽的时候不是咳嗽。我那个关麦克风的时候有电流吗？我先关一下。既来之则安。有啊，直接中推吧，推掉完事了，下一把了，快跑！来，直接上！怎么放后边了？低的。哎呀，先杀这个牌眼吧，转起来，伤害好高啊！另外的潘森一小兵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看着高地还真就不是那么随便好上的。先把高地拆了。不是魔抗低，是这版本猴是真不行。我跟你们，相较其他英雄太弱了，不好用。啥时候再加强一波吧？确实有点弱，应该加强一下数值。我们可以打大龙，
一下队友啊。这放什么 Q 意呢？投着可以，可以个屁吧？可以，一点也不可以，太弱了。又得要装备，然后又退，伤害还不太高。我们直接上来啊！发财也先麻烦溜，出麻钻来扣一，哎呦我，先把龙打了吧。这块虚区我们是拉满了啊，这都能踢歪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先上小炮来，哎我一枪，一波吧，正好一波吧。你看我告诉你们，这要是上个版本，我三项十五进场，加个蟹手，正好三件装备吧，或者加个九头蛇，我能把他们全杀了。就刚才这几个，他们敢站一块儿跟我，我就把他们全杀了。你瞅这版本，像个什么样子？我这叫三件半呢。我刚才要是个剑魔，我也把他们全杀了。